对，今天晚上看电影呀。走，跟我吃饭去。宝贝，今天晚上看电影呀。哎呀，你快回去，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就完了。哎，你快走。哎，那好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拜拜。早上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我要开会，有什么事下班再说。哎，莫名其妙。心情不好也不能拿我撒气啊！一个新来的土包子也配勾搭易总？谁让你上班喝奶茶的？明天有个重要客户，你去谈。可我刚来，经验不足。谈成了就能转正，穿好看点。嗯嗯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会想你的。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有个方案很难，你帮我看看吧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坦白？坦白？坦白什么啊？哎，我真的搞不懂你要干什么啊。之美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，这若是浪漫，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？你哭过，但眼影闪得更艳美。我是谁情人，你始终也是你。微笑静默互望，笑比哭更可悲。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叶总，你要的文件。哦，对了，你叫米卡来一趟。米卡，他去谈合作了。合作？哪个客户？嗯，就是陆姐让他去和顾总。顾总，就是那个喜欢年轻小姑娘的顾总。陆姐，这米卡能行吗？你懂什么？九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他不行也得行。还得是陆姐。米卡，你终于来了，顾总已经在里面了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放心吧，陆总，去吧。原来你就是这个顾总啊。哎，米卡最近怎么样？混蛋，你站住。顾总，不好意思，都是我没安排好。没安排好？我看你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顾总，都是米卡，他为了转正存心勾引你，我这就教训他。我看谁敢动我女儿。女儿？顾总是你爸。嗯，顾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吃了雄心豹子胆要伤害你女儿。滚，不想再看到你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爸。你不问就瞎猜。哎，这一巴掌要不是我爸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不会放过你。不过我爸挺喜欢你的。我饿了，请我吃大餐。漫长的距离，走吧，走吧，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信息。